照片右边的媒体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视线再从左边来一次好吗？好，慢慢的看到正中央，再来看到右手边。好，我不想聊天，对不对？大家好。关于看起来就是自己对于就是自己的造型非常有想法。那做美术这件事情啊，我必须要讲，因为我们讲说演员啊辛苦什么我们都懂，但是幕后工作，尤其像美术设计，它必须要很细啊。你最恨这些工作的，最恨这些工作的地方是什么？我很喜欢问一下这个。因为其实金钟它的美术有场景跟造型，其实我是属于比较偏人的身上的造型。那我觉得，对啊，那人的部分，你觉得最恨、最受不了、最难过、最辛苦的部分？最辛苦，其实我觉得是对于脚本上面的认。感觉，因为其实人身上穿的这个风格，它其实会影响到场景，就是住的那个感觉。所以两个其实要有一些就是关联跟它的一些细节在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做，因为很多公共电视这些，它其实比较写实。当我们在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它要有点，它是要属于自然的。可是又要你看得到它有记忆度的，对，其实我觉得难在这边。不然我们有时候看一个戏或看一个画面，会觉得很突兀，时代感也不对什么，所以这个都是细节，魔鬼住在细节里面了。好，那么再次恭喜你们了，请持续这个细腻好吗？好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谢谢。